宜君。琳琳，你在这里学三字经啊？是啊。那我跟你玩背三字经游戏好不好啊？好。好啦，那我背一句，你背一句， OK 不 OK？ OK。 嗯，看我看看你懂背几多句先。我们谁背先啊？我。好，你背先啦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，久不教，性乃迁，教之道，贵而尊，昔万母，择邻处，子不学，断机杼，窦燕山，友谊方，教五子，名俱扬，养不教，父之过，教不严，师之惰，子不学，非所宜，幼不学，老何为，欲不夺，不成器，人不学，不知义，为人子，方少时，亲师友，习礼仪，香九龄，能温席，孝于亲，所当执，容四岁，能让梨，弟于长。弊啦，弟于长下一句是什么啊？我不记得了添。你可不可以提下我啫？弟于长，而先知。是哦，你这么好记性的。那你可不可以自己整段背一次啊？可以。好啦，那你开始啦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，久不教，性乃迁，教之道，贵而尊，昔万母，择邻处，子不学，断机杼，窦燕山，友谊方，教五子，名俱扬，养不教，父之过，教不严，师之惰，子不学，非所宜，幼不学，老何为，欲不夺，不成器，人不学，不知义，为人子，方少时，亲师友，习礼仪，香九龄，能温席，孝于亲，所当执，容四岁，能让梨，弟于长，而先知。哇，你背得好熟啊。咁后面嗰啲守孝弟，次见闻，知某数，识某文嗰啲，你识唔识噶？唔识。好啦，咁唔紧要，等我哋学完再背，好唔好？好。今日你背咗咁多，好叻噶啦！快啲过嚟食一食啦。小宝